就是那个，那个福利那个，养起都不错的那个，那个坑。哎呀，这个嘛，我能再看你了啊。他打起卖的。卖死。那他不要瘦的，他不要肥的。嗯，小白衣服要肥一点，我来讲个经。哎呦，五斤，他五斤嘛。去那边先下笼吧，先把这个腰下来，我慢慢要。哦，写出来的哦，给我钱嘛，好。不是那个假的哦。好。对，写出来的。眼睛是什么？哦。嗯，切为两块。哎，你来问了，看见过没有？没有过。我猜的。弄一下，这是那个，这是跟别个买的。这儿切那一点儿。红薯。哎，那个哦，那个猪肚，猪肚，没得嘛？哪个有？哪里？哦，你走。哪里好嘛？我一斤多吧。好好，两斤多，两斤。两斤多，我够肥的哈。娃儿是有肥的嘛，老表是说废话。那他都说好，你去废啥的？你早就烦了嘛。你是早就烦心了嘛？你是哪里的？娃儿黄牛。好钱钱。那不能洗，哪有那么多天？要拿洗客帮妈妈洗。哎，妈妈两组。嗯。哎，你看东西可用不当。就拿东西看。嗯。你看多看到你的，看到你。要得。十八呀。还有其他的东西？开店的，我们是认到土鸡，认不到土羊子。今儿跟我们的最爱。来，往你来。要得，要得。这两张哈，嗯，爸爸帮别个买的，认识了，也是我们个人的，排骨是那个朋友的，哦，那是羊肉，我们个人的，还有那个猪肚和那个。猪肚和那个通锅，那是那个是，那天给我买的干炒，买的土猪肉，还通锅那些，牛肉、猪肚，那个是昨天那个干腰火烧，给他打包的，去了一个香港的朋友。
还买的。不是赶场的时候，跟我妈两个人去，跟他花了几万七多。那次还好，给他带了那个猪肚、铜骨、瘦肉、牛肉、排骨、干腰火肠，还有一个鸡。